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人民医院西路是这趟车吗？对，到，请上卡。啊，我没卡。钱也行，一块钱一张票。我也没有钱。一块钱没有，你有脸吗？刷脸也行啊。啊，好。还能刷脸呢？有没有钱？没钱下车吧。谢谢啊。没事。真的谢谢。哎呀，真没事，举手之劳。嗯，不是本地人吧？对。这个给你，里面还有一点钱，应该够你这两天用的。那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还有一张。你干嘛呀？啊，各位粉丝们好 ，Hello， 我是楚楚，我现在在做直播，我直播的主题是这个城市必去的景点。啊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位小哥哥，你是不是晕车，身体不舒服啊？你别拍我，别拍我！哎，你这是在拍什么呀？你不要乱拍。我看你站不稳，总是往人家身上靠啊。别录我了，别录我了。好了，你别录我了。啊，疼！哎，疼疼疼！我看你确实晕得不轻啊，疼，松开松开松开，轻点。开车。错了，安静，松开，你别动手。走，前面就有医院，知道吗？我自己会走，我错了，你松开，哎，疼，哎，错了。